东京台场的章鱼烧博物馆 Odaiba Takoyaki Museum， 在这里有五家人气章鱼烧店。首先吃 Kukuru 的道頓堀套餐，这是 Akashiyaki， 蘸这个汤吃。下面吃18番的 Half and Half，接下来吃イモタコ的ペアメニュー，最后吃这家店アイズヤ，在这里还可以吃牛舌，这里有章鱼烧的原型ラジオ焼き，里面不是章鱼而是肉，这是黑木的最爱。拿走，小心烫。欢迎来日本品尝美食。